5月17日凌晨，王力宏在微博上更新过生日了，谢谢大家的祝福，并晒出几张生日会现场的照片。照片中显示，在王力宏41岁的生日会上，不仅有粉丝，还有很多圈内好友也到场庆祝，汪峰、章子怡、李易峰、黄晓明等明星纷纷到场。王力宏娇妻李静蕾一直陪伴在王力宏身边，这场生日会最后成了一场歌友会，现场还请来了乐队，王力宏钢琴伴奏与黄晓明、丁晟合唱了多首经典曲目。